说到东瀛战神，西能车迷一定不陌生。你上 GTR 2015年是今天正式发表。代号 R35 的你上 GTR 自2007年重返市场后，就不断创造各项惊人纪录。这一次原厂引进2015年是美规 GTR， 这对悬吊避震系统调教、热熔胎胎壁补强等，使得 GTR 的操控表现更优异。这个 GTR 的修容呢，是全世界唯一的。为了 GTR 而打造的这个 showroom， 如果是以一个量产的这种跑超跑来看的话呢，这个 GTR 是唯一一个在世界上这跑第一名是7分08秒的。除了动态操控表现更加精进，在外观上也推出耀金红车色，让原本就适合跑车的红色更添加华丽调味。另外，2015年式的 GTR 在头灯上新增闪电造型灯眉。大灯则改为 LED， 并增加 ASF 主动转向系统，让整个车头更显速杀气息。内装方面则增加了高质感的象牙白芯选择，包括车门饰板、方向盘、中央扶手及座椅都用象牙白皮革包覆，让原本战斗气息浓厚的中控台多了一些柔和感。当然，如果你对你上 GTR 有兴趣，原厂也建置全球唯一的 GTR 专属展示中心，提供最高规格的尊荣服务。